得自己先找孩子，我上面打着悬赏10万，突然间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把我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。他说一开始他让我约过去之后，他说他知道我孩子在哪里，我就去了那个地方。去到他之后，他两个人骑个摩托车，摩托车盖子下面一个笔记本，拿出来之后随便写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申充，10万块钱，先拿5万，不拿不能走。我这个就是申充，100%就是，你不拿钱，你把孩子带走，我们去找谁要这个悬赏10万？我们只要先要5万。之后他马上带着司机开车去到了现场，把我带了回来，好多好心人帮助我，你要讲讲不完，真的讲不完，这15年多太多了。我希望以后也不要再有拐卖儿童案件。我知道孩子被拐之后所受到的这个煎熬和痛苦，等人犯得到严惩了，没疑归案了，我就全身心的就是回归家庭，好好找工作，好好经营。